各位岛民代表，大家新年好呀！虽然和上个视频只隔了几天，但是怎么感觉已经过去了一年了呢？那就在这里祝所有点进这个视频的朋友们新年快乐，祝本命年的龙宝宝们心想事成，祝所有岛民代表全都暴富。今年我们要一起来看动森中唯一一只真龙天子和他的七个小矮小鳄鱼朋友。那话不多说，就直接有请我们的阿龙吧。阿龙是一只爱好自然的悠闲性格的小鳄鱼，虽然它是一只鳄鱼，但是它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龙里龙气的。阿龙不仅是外表酷似我们的中国龙，它的初始服装也是一件龙纹装，并且在几乎所有语言中，它的名字都和龙有关。阿龙的日文名是塔兹欧，其中的塔兹就可以写成龙，而它的英文名是 Drago，和英语中的龙 Dragon 只差了一个字母，和拉丁语中的龙也只差了一个字母。不过西方的龙一般是指那种像是长了一对蝙蝠翅膀的巨型蜥蜴，但我们阿龙则是完全参照了咱们中国龙的形象来设计的。他的家也是充满了浓郁的中国风，最喜欢的歌也是 KK 中华，而且他的生日也是在临近我们中国春节的日子。还有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家的柜子上放着一个海马模型，而在日语中，海马被叫做 Tatsuno Otoshimo， 翻译过来就是龙的私生子。哎，又偷偷在小动物的房间里藏梗是吧？不过他的家里虽然摆了满满一桌子菜，但是旁边怎么只放了一把椅子呀？还想吃独食不成？各位代表的岛上要是有阿龙的话，赶紧去送他一把椅子，这样就能理直气壮的去蹭饭了。最后还有一件事，阿龙好像还会中国功夫哎。皮龙孔是一只爱好自然的自恋小鳄鱼，它最初登场于动森 E+， 然而当时的它却是一只悠闲性格的小动物。在那之后，它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基和森才回归我们的动森大家庭。不知道在这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经历了些什么，怎么就突然变成自恋性格了？皮龙孔这个名字是直接由他的日文名皮龙孔音译过来的，这是一个拟声词，用来指代不明飞行物或是其他神秘装置会发出的声音。他的英文名叫 Roswell， 也是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地方经常和外星人扯上关系。最广为人知的一次事件就是1947年的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感兴趣的代表可以直接搜1947罗斯威尔来进一步了解这个故事。那在其他语言中有很多也是使用了这个名字，其他的也基本都和宇宙或是外星人相关，而皮龙孔的外部形象多半是参照了麦田怪圈来设计的。有很多人觉得这个现象与外星人有关，不过我倒是觉得它更像是那个阿华田的巧克力卷哎，看得我都有点饿了。然而我们皮龙孔自己其实对于这方面的东西也是很感兴趣的，你看他之前的家里就有很多和宇宙相关的东西，在本作 DLC 中的要求也是想要一个能供他研究神秘物件的秘密工作室。但实际上皮龙孔自己也挺神秘的，你们看他的眼睛有没有一点点像两个一字螺丝，当他眨眼的时候，他的两只眼睛就好像被螺丝刀转了一下。还有当他惊讶的时候，他的眼睛会发生更不同寻常的事。哎，这就交给你自己去验证啦。艾丽是一只爱好自然的普通性格的小动物，可不是那个偷穿品如衣服的艾丽哦，我们艾丽是爱心的爱，而且他身上也有好几处爱心形状的印记。在其他版本中，他的初始服装也是一件印有爱心图案的粉色 T 恤，看来艾丽真的很喜欢粉色。他的家里也一直都是粉粉嫩嫩的，家具也都是可爱系列的，喜欢的歌也是很可爱的 KK 偶像，真的是一只好少女心的小鳄鱼呀。而且我们艾丽还特别注重姐妹情谊，你看这张 KK 好事的封面图，
就知道她和其他小姐妹之间关系有多要好了吧。艾丽的名字是由日文名 Alligator 音译过来的，应该就是英语中的鳄鱼 Alligator， 而日语中的鳄鱼其实是 Wani， 所以她的口头禅就是蛙娘，听起来确实很可爱。她的英文名则是 Gill， 不知道作何解，可能是因为 Alligator 也可以简写成 Gator 吧。还有一件事，其实在之前的动森中也有一只粉色的小鳄鱼叫丽兹，不光是颜色跟艾莉很像，他们的喜好也非常一致，家里都是粉的一塌糊涂，还特别喜欢这种爱心元素，而且他俩还穿过同款衣服。不过丽兹自从20年之前那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动森系列中了，难道这就是动森宇宙中的婉婉泪青吗？和是一只爱好健身的暴躁小鳄鱼，它的日文名是 Yamato， 也就是大和。不过这里可不是说他们大和民族啊，而是指日本的战列舰大和号。而它的英文名呢也不甘示弱，叫 Del， 实际上就是 Delaware， 美国的战列舰特拉华号。因为你看大和的整体形象其实就是参照大和号来设计的，它的表面会呈现出一种金属色泽的反光，腿部和尾巴上都有线条状的印记，像是拼接时留下的缝隙，两边脸颊都有一排整齐的孔洞，就像战舰上的窗户。据说它还会发出一些机械运作时的声音，所以和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仰韶一样，很多玩家认为它也不是一只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再来看他的家里也都是些奇奇怪怪的机器，再加上他在两座家装设计游戏中的要求都是想要在海上航行，在各个版本中的初始服装也都是酷似海魂衫的一件 T 恤，由此也就印证了他真的不是一只普通的小鳄鱼。不过其实在之前的版本中，大和并没有像现在一样有那么明显的金属光泽，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大和长得像一只洞洞鞋，现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洞门的。那你们有注意过，其实 Crocs 的 logo 就是一只鳄鱼吗？阿尼是一只爱好游戏的悠闲性格的小鳄鱼，它的名字应该是结合了它的日文名 Alberto 和它的日文口头禅 Dawani， 最终就形成了阿尼。瓦尼这个词前面也提到过了，就是鳄鱼的意思，所以阿尼和艾莉的口头禅会比较相似，而 Alberto 就是 Albert， 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含义啊，估计又是因为开头两个字母和 Alligator 的一样吧。他的英文名是 Alfonso， 应该是和 Albert 一样的说辞，但是他的英语口头禅就不一般啦，和我们任天堂的老大哥马里奥的经典语录一模一样，It's me, Mario。 而且 Alfonso 和 Mario 这两个名字都来源于意大利语，并且马里奥其实就是一个意大利人。再加上阿尼在之前版本中的初始服装都是一件印有马里奥标志性图案的 T 恤，看来我们阿尼还是一个马里奥的死忠粉啊。再看阿尼的家里也是放着许多玩具，他的爱好又是游戏，这么看下来阿尼应该是一只特别爱玩游戏的阿宅鳄鱼吧。他的墙上还贴着一张字母表，日语里叫做 Alphabeto， 和他的日文名 Alberto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呢？咦，难道这又是一个隐藏的梗吗？还有一件事，你们看到这个恐龙屏风了吗？难道阿尼是想嘲讽一波恐龙不如他们鳄鱼的生命力顽强吗？丰年是一只爱好游戏的运动型小鳄鱼，它的名字是由日文名 Hosaku 翻译而来，有丰收的意思，是个很好的意头，特别适合在过年的时候把它接到岛上来玩玩。它的英文名叫 Boots， 就是靴子。哎，这就有点细思极恐了呀，难道它会被做成一双鳄鱼皮的靴子吗？我们再来看看丰年以前的形象，注意看它的眼睛，之前的版本中他的眼睛始终都保持着这个状态，
看起来就像是一直在大笑，但是你再看现在的他，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他的眼里失去了光芒？再加上他的初始服装是一件小丑装，这下就更具讽刺意味了。不过还好，丰年这么多年来都有着自己的爱好和追求的目标。在最早的版本中，丰年家里有许多绿植，再后来出现了一些干草垛，还有露天池。一直到现在的吉和森，他的家里又出现了一个稻草人。而在之后更新的 DLC 中，丰年的要求也是想要一个宁静的农场。再加上他的 e-car 上也说他非常喜欢园艺，也很擅长园艺。这么看下来的话，感觉丰年好励志呀，这么多年都一直在为了自己的小目标而努力，一点一点地拓展自己的实力，到了今天终于获得了这个机会。其实丰年原本是有可能在 3DS 时期就达成这个小目标的，因为在上一座家装设计游戏中是有丰年的数据的，但是最终呈现给玩家的游戏中却没有出现他的身影。所以如果你有在本作的 DLC 中遇到他的话，一定要好好帮他建一个农场出来哦。俄罗斯是一只爱好时尚的成熟性格的小鳄鱼，他和艾丽是吉赫森中唯二的女性小鳄鱼。有趣的是，俄罗斯的英文名 Ali 和艾丽的发音很像，不过和少女心的艾丽不一样，我们俄罗斯可是一只非常具有成熟女性气质的小鳄鱼。他热衷于追求时尚，在之前版本的动森中，他甚至还会自己动手制作各式各样的服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家中展出的时装越来越少了，到了这一座的吉和森中更是直接换了一个风格。这是准备回归原始森林了吗？再看他的初始服装，看来确实是打算拥抱大自然了。虽然在穿着上不再追求潮流，但在妆容上，俄罗斯还是保留了他那标志性的烈焰红唇。不过有一个问题是，他的小短手真的能够到他的嘴吗？来看看他的衣卡上是怎么说的。俄罗斯很重视自己的外貌，尽管他的手臂不够长，够不到他的嘴巴，所以每天早上俄罗斯都会请他的好朋友米粉来帮他涂上口红。这就是美丽的代价和朋友的价值吧。没想到他还挺机智的。聊完了外在，我们再来谈谈内涵。俄罗斯的日文名是 Kuroko， 即 Croco， 也就是英语中的鳄鱼 Crocodile， 而末尾的 Ko 又可以表示日本女性名字中常见的后缀子。而他的英文名叫 Ali， 也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很多次的 Alligator。 那这两个鳄鱼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前者可以泛指鳄鱼，而后者可以特指美洲的短吻鳄或是中国的扬子鳄。再来看看他的口头禅，中文口头禅是鳄鱼皮，有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比较注重自己的皮相，又或许是因为他曾经的座右铭是任何一套妆造中最重要的部分都是钱包和鞋子。而鳄鱼皮也经常会被用作一些比较高端的钱包或鞋子的原材料。再联想到前面的丰年，我都不禁替他捏了一把冷汗。俄罗斯的日文口头禅是 Dosi， 说是京都那边的方言，也就是普通话中的 Disney， 所以可以理解为俄罗斯说话的时候有点口音，把俄罗斯说成了俄罗斯。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以上都是我瞎掰的，你会作何感想？好吧，也不是啦，因为我没有找到有关他名字的解释，所以以上纯属我个人脑洞，有不同想法的代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海德是一只爱好游戏的运动型小鳄鱼，他的名字是由日文名 Hide 音译而来的，也就是英语中的 Hide， 是隐蔽躲藏的意思。他的英文名叫 Sly，指狡猾的、诡秘的。再来看它的整体形象，全身的皮肤都是迷彩色的，初始服装也是一件迷彩上衣。看来海德很擅长 hide，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探险家，为此也是早早就在家中展开了练习。你看他往这儿一站，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而且他在两座家装设计游戏中的要求也是想要在丛林中玩捉迷藏。啊，我考考你，不许百度哦，捉迷藏的英文是什么？海德的口头禅是刷刷，日语口头禅是カサカサ，是一个拟声词，指树叶互相碰撞时会发出的声音。这就可以想见，海德从一棵树后面刷的一下窜到了另一棵树后面，然后突然喊了一声 Hurrah！ 这是海德的英文口头禅，可能是军队或是啦啦队中会出现的呐喊声。海德的爱好是玩游戏，所以我前面放的是一段某个游戏中的音频。如果有代表能猜出来是哪个游戏的话，那下一期的内容就交给你来决定啦。好啦，那本期就到此结束了，祝大家天天开心。最后给大家放一个赛博鞭炮吧。